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Marco 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第七单元。那第七单元主要就是探讨说，当你的创意产出之后呢，我们要如何的去透过成本的有效控管，来间接的来压低我们的成本的一个效应。那成本主要会在里面，第七单元会谈到就是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那直接成本讲直接的就是，我们会透过这个单元跟各位同学说，如何的去控制你们在材料上的运用，还有时间上的运用，还有人力上的有效控管。那间接成本这部分，当然就是一些公司或者是营运上的一些开支。那这部分我们会在第七单元去谈到，那也会透过简单的案例，在第七单元里面会呈现出一些简单的一些如何的降低我们的材料运用，还有人力操作上的运用，还有组装上的运用。所以第七单元主要就是探讨的是，把你的创意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如果同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第七单元吧。